What the fuck?拜托，台湾人不要让我蓝屏。干爹今天下午带傻笑，我被三个台湾人包起来。我就你看一下战队群组有没有上面写，我今天打打倒主播，三人联手打掉这个恶劣主播，把他围起来扁，然后主播直接蓝屏。没啦，我是妈小咖，根本就没有东西，我的麻花卷哎、欸，小六想要做，下皮牌就好了，代购。我说。可是我想要有人拿到我家，像你一样亲自到，然后还要载我去兜风，哇，多好！你附赠的呢，这么棒！带你兜风，然后带你到左营，就把你拿去，把你丢走。喂，靠腰，没了。啊，他怎么在石头上？我知道你今天的 KV2 是怎样死掉。干了，我明明就秒出去，要怎么打在石头上？刚才讲是8.0，哇，太硬了，几8.0，没有备用载具怎么玩？全部都没被我买光了，买光了，他只能买到一个量啊！干，你买到6万那个、啊，然后一直抽看有没有抽到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快没钱了，我买了三台车之后，我剩下能八万，快要没了，一台高阶车要100多万，整组的花家具快没了。真的超贵，高阶你练完去买，钱直接凭空消失。现在已经不是2000万我了，现在是快剩20几万。先解决他，这最难搞的就是他。不要有特效好不好？看不到。接正打你。喂，大哦，开炮然后又是死，白痴。开飞机太大，开不了，重生点数不够。等那个炮都很久哎、欸，每次举下来都超久。对，我杀他。那不是挪威那一台。挪威也在这边。挪威那一台比较哎呦哎，都来了。这个换弹比较快的虎王了、啊。没有一台。他还躲在后面了、啊。对。我要爆抽血恨了、啊，快受不了了。这些高爆车让我的体感非常的不爽。哎、欸，我刚刚那看到我，奇怪，就是他，就是他在这里。看不到他，我只是看到眼睛而已。他很多草丛啊，啊，我被他猫倒流过、啊，哼，是是是，哎、欸，在看我啊，在看我啊，你们都很爱打我，哎、欸，想不到我秘密的两个小炮管，远端支援啊，炮管，啊，在欺负我、啊，但都有热成像，真的太靠背了。热成像都不赢老六。那沉降放那边躲了两个管子，那个角度他看应该是两个管子，我看一下，我去他那个角度看你。我已经换位了。No， 支援。喂，这台真的太夸张了啊！不要是击中好不好、啊？到底是怎样？击中很无解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转头完蛋了。T 三二向我使劲！妈咪呀！哦，还以为我在那里吗？没有。我都过来，先把他打死。在这里啊，这里，希望他不要看到我。他现在只要不检查，我觉得是安全。不要再给我那个了。终于哦，不是击中跟跳弹。哎，啊，没事没事。图马路，图马路，明天是你射他的吗？对，快点，驾驶员。哎、欸，干爹，我射掉。哎，继续射他，你了，反正已经死了。跳弹，侧面呢、欸，大哥。哼。明天。马铃薯，potato， 土马罗应该是马铃薯吧？没有，土马罗说，土马罗是迷你，potato 是马铃薯。我觉得这游戏应该用银丝币去买
那个备用载具，这个是好的建议吧？对啊，那班人真的是很痛苦。我现在觉得我要回营，我现在身体极度的不适，休太多假，现在身体极度的不适，就是被上班的极度的，嗯，好痛苦哦。一个礼拜的假有这么快吗？那、啊、我怎么工作的时候没有感觉到那么快？我的时间被剥夺了，血肉棒。有卖那个很少看到，蛮贵的，跟要100块。干太贵了吧！我昨天买大阪烧100块，我都中风了。买下去靠要100块，然后想说应该很特别，应该比较好吃，没有跟夜市的一模一样。那个真的是我吃到很干。啊！又被同一个人打。那个 M56，我机枪对他没有效果，完了。他就在你们旁边去打他，没有穿透。哦，啊你啊喂，关掉了，跑走了，拜托举下来。这边超危险，完蛋了！也可以解决一下那个 M56。感觉在你们下面一样。又是跳弹，下面，但是我下去你死。是。现在这只有一个点，打起来有点难。我现在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。哦，还两台哦，是吧？太多人了，太多人，真的很多人呢，需要帮忙去。我们才去了。干，我怕，干，我现在怕我下去会死。哇，你还有七星？左边那只近点，那只还在。我可以用我的尸体帮你观察这个大东西。好，拜托你了。又打太下面了，完蛋了。他还在，他还在。哦，他到底在哪？他在我旁边啊！我现在很尴尬。我看到他了，你带。他身体为什么不能再出来一点？好，现在是第一的。点在一台轻型坦克，在你的右前方。告诉你，我没子弹。最后一发了，已经没子弹了，赶快走。最后一发一定要击中，击坦克。我去拿点，我现在没有穿甲弹，完蛋了。上面还有人哦，是吧？干还在，完蛋了。哎呦，这东西有够近的，妈的，完蛋了。你是高爆弹哦？对啊。这东西几公斤啊？一公斤哦，就毒那一公斤。放这台。对。另外是 M26。对啊，有点难了。除非他让我换到子弹啊，但是我觉得他不允许。大侠，继续下眼。战场混乱，懂吗？不然他知道你在哪里。哎呦！太刚好炸到我了吧？继续下眼。有了。立刻切弹走。我在努力。快点装好。谁打到我啊？那小。上面的，混乱了，被发现了，引擎被超死，看，大家都在后线，我的老天，开飞机了，快点，开毒，轻型载具，中型载具，好痛苦啊，十五发打完，浪费一堆子弹在那台 N6 上，哎，也可以看看，打开你的炮弹厂，打开你的炸弹厂。我在努力。不你死了，别再射我了，好不好？完了，全部都是高爆车，这游戏没救了。打头啊！对，不用记弱点，打头。哦，应该早点认识我的，我就可以拿到这台。这台真的好用。哪一台？这台 A 爆，对吧？爆尸。我到 A 爆。爆尸的后退很慢啊，这台真的完美爆尸。以前就有了。现在还在科技线的时候，对啊，现在没了，是哦，哭了。
你玩的时候一堆东西都还在，现在怎么都没。我是觉得它很像米老鼠，知道吗？米老鼠，它让我想到米老鼠。你说它头上这个东西，蛮、欸、像的。米老鼠，外面很多人。对啊。需要支援，看到了。右手边来。出现！哎、欸，你旁边，干，完了。来不及了。太多人了啦，真的。我以为这个敌人数量。这一路。下面还有，啊、天哪！可能河的对面也有人。我的这里也有人。这边有八吨。哦，他那个下面那个角度我怎么打？天哪！那八吨卡住，这样应该可以的吧？可以的。金合欢，八吨。哎、欸，击中，完蛋！我来了。暴走，他暴走坏。看不到他了，底下不要那么多特效。他炮手应该好了，干完蛋了。爆碎了，你以为是普通爆士哦？妈，我有个团子，这附近干我像阿三。好多人，哎、欸，又有别人，后队，一个那个 IS， 然后一个应该是 N 四七。你说被标出来被打的那一位吗？对，我刚打的那一个，第一台是 N 四七，右边那个是 IS 三。我先后退，我换个位置。炸弹，哎、啊。完了，我撤退了。被报仇。就是地球的希望了。喂！就我后面有 T 二九在追我。T 二九啊，来，我把它重生点了。你那台很快，应该是可以。我把他机枪跟炮管打回作用。你刚刚没子弹哦。刚刚没子弹，30发放在他身上。那假设他维修好是40秒。我已经跑了。好啊，感觉我也赶不上。哎、欸，炸弹！哦，幸好，看一下，我看到没有往前，在哪？里面了。在前面，他要来了。等一下，听到了？听到了。哎、欸，明明就不在这。哪里啊？干在这了。然后，哎，第三次不是，是吗？还是不一样？哎、欸，炸弹过了。差不多、啊。看。7414号，7414号做事啊！7414号，我没站住。幸好我看右边，直接窜出来，是不是还有声音？代表不知道，你刚打的怎么样？有迷彩的，有迷彩的，有声音，有声音，我确定有声音。他跑进去了。给我，怎么着？追！我看到他前面的车身，我就知道他大概是什么车。这个我没有弹子弹也没关系。对，这个我手了。枪搞定。哎、欸，我们躲在城镇里啊，太多飞机啦。哎、欸，我们人数超少，但我们要赢的，注意哦，俊男赢的。哎呦，好爽哦。对面也不怎么样嘛。哎呦。这句话我不敢讲，说我干那个 T34帮我们干掉，不是的，说我先死就没得炸他，结局就是我们两个一起死。他要出来了，我紧盯那方向，我想说往右边看一下，我操，吓死！我还是觉得你今天下午被甲门吃掉，我真的有被吓到。我操！看我叫超大声。该走了吧 ，Q 嘎 ，Q 嘎模拟器，然后就噔噔噔噔。
我可没说我放 Keep 搞。然后就打开瓦罗兰。没错，然后就会有另外一个人上线 ，By Good。瓦罗兰派对起来就哎，怎么那么天色那么亮？瓦罗兰把你们变成什么样？熬夜 party。八分，我们赌他会不会死？好，我赌他不会死。那我赌他会死。哎、欸，他要炸了！看他是一杀还是？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这场就靠你了，小兄弟。一定要这样吗？我才刚碰点呢、欸，攀一下。大家赶快上去！有人哦、喔！哇，那么多人！我帮你看后面那一只，炸他！还想上来，要不然我走另外一边包啦、啊。我偷看一下，不要回去，不要回去，你就绕就好。我要跟着你绕。他好像知道我在这，对。哦，他卡在这边边了，看要不要绕旁边。我在你后面。嗯，好了吗？旁边转角就在转角。好呀，来了，好走。你的结局啊！那另外一台是哪里啊？我怎么看你打出有标出来？他在公园里面。公园里啊。他进去了。嗯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开飞机来了。他是输100吗？100P 还是100？干，我也好想要。哎、欸，有了，击败、欸！怎么这边还有人？哎、欸，我们后面怎么会有人？一直都有人。怀疑啊！现在是我的重生点，还是你们的重生点？出界了！哎，哇，打到那边圆环啊！咖啡，交给你。靠呀、啊！欸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哇！开始怀念巨无霸那个洗人家温泉的记忆，哎，好舒服。恶劣玩家。异常是在什么代？不要进去，拜托你，不。死也不准！哎呦，这场好凄惨哦！天啊，家里好几个人，哎，算了，我回去支援，死太多人。欢迎警察，桥下一只，桥上一只，桥上，哎，死了，他死了，知道。死了，快跑！快去侦查，家里有两只。桥下解决了吗？对，桥下那个挂。哎、欸、，B 点有没有让我靠过来 ？B 点。哎、欸，有。想真输掉吗？哎、欸，干妈的嘞，气死人了！注意啦 ，G1。铁刀一只，铁刀一只。右手边吗？哎、欸，铁刀一只，我着火了，我只帮你看最后一只火了。好啊。我等我修啊，等我修。这里。铁刀、喔。啊。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死了。C 点那个也过吗 ？B 点有人，击中，我小，也没了。哎、欸，干没有穿透，太扯吧！我来了，干完蛋了，等一下，炸弹，我怎么那么卡了？后面有那个哎 ，M50， 我后面有 M50， 他要换弹，这边一只。我家只有八 FPS， 啪，我还没死啊，靠呀！哎，我怎么这么强？太卡了吧？都在那边，你铁道出去走左边路，超多。不是啊，正常我打那个苏系列打身体应该就爆，而且我是虎王穿身，他打在那边没有击中，真的。有点奇怪。
刚才是打车仗，那才把他打爆了，好悲，要不然就不用浪费子弹，对啊。两发都打中栏杆上，哼，不是一般的，感觉是 M50。敢来 M50，不要再阻挠我了，好不好？M50挂了，左手边。前面不是有个 IS？ 哎，没打到他的脸，靠背。哈哈，斜角之王。前面还有 IS 哦。好，左手边还有一台。这里。BT5。第三次在那边。哎。先我推。我只要摆脚就好了。哇，四 N 会不会太硬啊？靠背。是。三还没有啊，四是啥小？摆脚尊天尊，只要脸颊不靠在别人，就不会死。这21000点。哇，两。哇。哇，现在还是有点远呢。嘿嘿。再买一箱。中啥？耶。3000高耶，3000美的。